说几遍呢？不要这样。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情绪失控的经验呢？每次情绪失控的时候，是不是就会想要一个爆炸，立刻要嘶吼，立刻要叫，我立刻要把手机拿出来拍。没错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拍24小时在秀面前情绪失控，看秀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我觉得呢，秀应该会有一点吓到，因为平常呢 EQ 偏高，比较不会生气，通常不太会有太出格的情绪失控的反应。但今天不一样，今天我就是要整个就是，妈的，心情真的是超。不过大家放心，我的情绪失控呢，绝对不会对秀造成伤害，因为呢，我最近找到了一个缓解情绪的好方法——情绪调节吹风机。据说呢，只要当你情绪失控的时候，把自己的身体一部分进去，打开特定的开关，加速，你的情绪就会获得舒展。这么棒的吹风机到底要去哪里买呢？就在我们的情绪梦天堂。情绪梦天堂呢是一家非常棒的情绪用品商店，它里面所贩售的品项跨足不管是情侣之间，或者是单身朋友、同事朋友们，甚至是 SM 商品都非常的丰富。而且最特别是，当你在享受的同时，又可以帮助流浪动物。梦天堂他们也时常的做公益哦，像上一次呢，他们就有捐赠乌克兰100万元的资金。所以呢，这次也结合了一个公益活动，你只要在5月到官网或者是实体店面消费满千，梦天堂就捐赠1公斤的饲料，以此类推。那这次合作的协会是 ARGT 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。那这次做公益特色就是不捐钱，只捐粮，而且与不同品牌的饲料大厂合作，并非单一饲料厂商图利。更重要的是呢，受赠者亲签爱心不空投。这次总共跟174个园区合作，非常的棒。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，可以人手一机情绪调节吹风机，赞！而且每个月11号的品牌日跟22号的会员日都有会员点数加倍送，这点数呢，下次订单都可以直接折抵现金。好，那我们回归正题，今天呢，我要在秀的面前一整天不断的情绪失控，当然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发疯，我们还要再请到另外一个人，就是我们的剪辑师玉纯。OK， 为什么我今天要请到我的剪辑师玉纯？因为呢，他其实是我这辈子看过脾气最好的人，很 peace。但是如果他今天跟我一起在那边一直情绪失控，不知道秀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不过，突然让你情绪失控，你有办法吗？你今天情绪怎么样？我今天很 down， 我今天很 down， 超惨。那你等下就是可以把这个情绪带进去，化悲愤为力量。好，那现在刚好呢，秀不在家，因为他跑去跟朋友吃饭，留下我们两个人在那边辛苦的工作，真的是很值得让人情绪失控，对吧？等他回来之后，我们就给他好好下马威。不知道我们多辛苦啊！剪辑师说剪片剪到感冒，你。好，辛苦多了。等一下我们情绪失控的时候，就需要用到这一支。反正把东西放进去，这个应该不用人教我，对吧、啊？无私就可以自通，这个应该不会被黄标。也许就是吹风机，不要黄标我。接着呢，我们就去设定我们相机，把相机摆好。等秀回来之后，我们就准备开干。Let's go， shoot。妈呀！你去哪兒、啊？吃饭啊！吃这么好，我只能吃那种垃圾早餐店。你们这都吃干了。妈的，家是垃圾烂红茶，这个烂笑话、啊。妈的，家是垃圾。妈的，家是垃圾。啊，我病了。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为什么要戴口罩？因为手术失败之后才会被人家认出来。这种烂笑话到底妈的放小？我以前有看过烂烂的。键盘超烂的，好，没事，你先放电，心情会比较好。再看。
住。有感觉了，还可以加温度啊，要不然加快加速。是这样的，真的有用，会比较现在很 peace。键盘没有用也无所谓。对啊，其实看一下键盘是怎样的，像这个 Q 按着就没有反应，很难按。啊！你在干嘛啦？你在不在？你为什么要出来啦？键盘 OK 吗？正常，正常。我常键盘的问题都有问题。对啊，三年前那个 A 键也是，一直要换掉。那为什么这次片没有录掉？哪一支？我们只是朋友告白之败的大合集啊，集数最低耶。可能因为那是你们新的单元吧。那像开箱秀的照片啊，不要色色都是原学，甚至我们介绍美国大学怎么申请都还比较多人看。哦，对，这支没动啊。对啊，还是声音啊，因为这支声音出了很大的问题。那个麦克风现在在哪？就这颗吧。你就这样就好了，干嘛要擦？有病哦！干嘛？就这样吧，你们在玩哦。这样还可以用吗？就丢了，那个真的没用。你就是这个热桶啦！要不要来点？要不要来点？不小心伤到这个键盘。你到底要把它弄上我的键盘？这你在干嘛啦？那台是什么？啊，好 peace 哦！这东西太屌了，这个是可以缓解情绪。还不错啊，这一段。嗯，后来怎么弄？就是用音乐去转场啊，效果我觉得还蛮好的。影响力。不过刚好之前不是跟你讲说不要这样用吗？没有，可是效果还不错吧？都还不错呀。你看，像这支片，这边就是用一个背景音乐过，然后再字卡，很顺。那我就跟你说不要这样用啊！我跟你讲好多遍，就不要这样用。对啊，可是结果论效果是好的吗？效果怎样好？观看是高啦、啊。那观看跟标题有关，内容是归内容啊。去看率也高啊。那也是因为你剪那样，我就跟你说不要那样用，用为什么要坚持？这样真的比较好。我刚跟你说过几遍了、啊，不要这样用好不好？他妈的，叫你不要这样剪，放掉。欠教育，是不是、啊？就是要说的就好。哇！然后就超明显，现在在干嘛？脾气又暴躁，神经病，扯人家头发，不知道这怎么办？就看一下。对不起，拍谁？有点扯了。你扯太多了吧？你多大力啊？算了，再长就好了，没事。主要是这个东西还不错，心情好一点。对了，没事了，解决。OK。这很夸张哎，现在一直拿着那一个在干嘛？我今天情绪很大，他讲说这个是情绪舒缓吹风机啊，我也没有调节比较好啊，还是一直爆掉。那可能要一直插着吧。哎，你们拍谁？一直情绪失控，没事的。啊，你到底在干嘛？自己好好检讨一下。
真的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刚刚真的情绪太失控。没事啊，弄这个就好多了。你在干嘛？爽死了！爽死你什么？老啊，刚讲很爽。哎，起来啦，有病哦！哇，头好晕哦！你在打人家头都是红的。哇，那我休息一下，先不要走路。你要哪一种？没有，我已经说没事了，真的没事了，真的没关系。抱歉，哥，今天情绪很差。哥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哦。干嘛啦？哥，那，哦。干嘛？你有病啊！就是你就没差了，然后你放怪声，我今天不舒服，还剪片就已经很累了，就很能专心了。小啊，啥小的？干嘛啦？泼什么水啊？好啦，你不要这样嘛！你今天到底在干嘛？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要啊！妈，你在这泼水！你工作环境你要怎样啊？大家都在工作，你在吵什么？你今天就在一直吵吗？一直提卷子啊？今天就很糟。你要干嘛？这个工作环境怎么这么糟糕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你先放假，先放假。不要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真的情绪会比较好。你刚刚在气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就觉得很烦。你刚才放进来，好，没事没事，你先放进来试试看，有没有心情比较好一点？没有。加速哦。烦哎，不要一直弄啊！宝贝，一点都不会好。反正擦一擦啊，还是一直掉，真的很烦哎，就你在那边搞，就换人家衣服啦，自己这样擦一擦，快点啊，都黑黑的了。怎么感觉都是蚊子啊？没有，就被我杀了。看到虫子就直接杀人。哎，水那个掉下来了，我找一下。你在我这边闹？哪里？我。没在这，走开了。在哪？都没有嘛。那谁啊？哎，我刚刚没碰到，怎么没电？有电池吧？有电池啊。一只蚊子都没有，而且刚刚有一只飞碟，我一把杀了，已经没了。什么飞碟？有电池啊？那怎么没有？但玉成，你给我这张小，没电啊？没问题，里面有电池啊，里面就有电池啊。关你，帮我试看有没有电吧。没问题，你要试看有没有电？就有电啊！你帮我试看，这有。你帮我试看电，这是有电的。没有，你自己看。不要干嘛！这么。不要干嘛！你在干嘛？我特别喜欢，我们没有不爽，我们从头到尾就对眼的，但是感冒是真的，其他真的是眼。不是啊，你们这样子脾气很差，我觉得很烦。那我没有关心一下他有没有被电到？你们那个系列有点太快，我都根本不知道在干嘛。我要关心他的时候，他突然站起来，然后突然站起来，然后碰我一下。我要进去看看。
它可以震动，它可以加温度，有点像手部按摩，还蛮好的。所以我就说这个可以调节情绪啊。不会，可以啊。如果生气的时候还是会生气。我觉得我们刚才很多行为都有点太荒唐了，为什么你好像都没有发现？因为我看过你很多更荒唐的事啊。我非常怎样？上次把我钱弄不见的时候也是这样，然后看，很多很奇怪的行为，真不好的示范，对不起。其实我已经后来已经习惯了，但是呢，没关系，从今以后我不会再这样了，因为我有情绪调节吹风机。那以后你在那边不开心、忧郁的时候，我就拿着过去。可以可以，你要让我插对地方。那这是情绪调节吹风机，要去哪里买呢？就在我们的情绪梦天堂，欢迎大家可以到下面连结去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。我自己个人是推这支，那你们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喜欢的。重点是呢，我们买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做公益，这个真正有爱心的品牌才有办法知道使用者们的需求。OK， 那我们再次感谢情绪梦天堂送我们这一支情绪调节吹风机。好，这其实是我自己取的名字，它的名字会被黄标，反正就是吹风机形状，大家可以自己到置顶留言去观看，就等你们去发掘。哎，对了，你看玉纯那么暴气，你会不会吓到？有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平常不会这样，而且不会突然泼你水。那时候我觉得他泼你水只是想要报复你，把他头发。反正今天就是一个闹剧。上一次青梅竹马那一只，我发现大家很喜欢那种很荒唐的东西，所以这一次我跟玉纯就想了这一系列很荒唐的事情。傻眼。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这影片，请按帮我按喜欢并分享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追踪我们的 IG 哦。OK， 那各位观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